心宝宝有我每一秒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玉梦妈妈的料理时间。你习惯？我刚刚差点说我是翠红，伊翠红来早起啊？对。我是赵贤，当然嘛对哦，无你虾米人早起啊？我是赵贤，伊是翠红，我阿母。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戴塑胶手套做菜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小编说没有钱买新的好的手套，所以我们今天洗很干净很干净的手要来摸食材哦。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卫生。黑暗料理第一个重要的是卫生。今天的这道料理非常的厉害哦，我们不用舞刀弄枪。啊，这厉害！是的，那唔免有刀枪枪，都唔免大刀弄面。那我怎做出这个料理啊？这道料理叫做“拜托不要失败”蒸蛋。第一遍哪讲？脆嫩。是一个很简单的料理，但是通常失败的成分是80%。对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怀孕了之后，我的妈妈、我的姐姐每天都跟我说一定要吃蛋，然后我学的第一道其实就是蒸蛋。对，我每天早上蒸完蛋都是月球表面，就是都是坑坑巴巴。这一点呢，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大概就一个月之后我就放弃了，就是我还不如去外面直接买个荷包蛋就算了。所以我今天想要来学学这道料理，这样。哦，那讲到这个炊嫩呢，我跟你讲。那恁少年的失败，阮老母迄个年代嘛是完全失败，但是因的失败完全家己拢无了解，因拢唔知为什么因会月球表面。啊，我家己嘛是啊，较早瘦到尾后跪了去啊，所以阿母安怎催阮就安怎食。你嘛失败对无？嘛是失败。你敢知影？我自细汉拢以为催卵就是安尼坑坑巴巴。我跟你同款。我从阮阿母哩代，我即代甲你即代，我嘛是因为讲催卵就是爱安尼。月球表面，到外面吃饭，我才知道原来蒸蛋是可以很平滑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介绍，拜托，唔通失败脆嫩。嫩的拄只，我才知影，原来嫩爱洗，蛋要先洗干净。拄只才知影。对啊。就是有时候外面有屎啊什么的，就是要把它洗干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了，首先做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先用普通家里吃饭的碗，两碗，然后倒进来，变成温水倒进来就好了。我讲，你敢知影这是啥？做菜莫搞护垫垫住。预防食材在水里面跑出来的东西，然后看一下它，它有就是好几层这样子。它要放在哪一层啊？哦，这我请教哪一层我也是不知道，我就是先随便放。啊，你更这层哦？可是很浅。错了，很浅呢，很浅呢，很浅，应该是。我先看一下，这边啦，哦，这边这底下较深，你看。哎，哦，好。底下较深。底下青筋要底筋，开水上面放，用手边的讲啊。好，算了，有没有袋子是一样的？失败了，靠近我了，失败了。好，然后就大概这样把它盖起来，好，让它泡，泡到让它有味道这样。我想吃糖啊。对啊，我打蛋，但是我打蛋，你爱给我加油啊。我们不用舞刀弄枪。加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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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咱的食材的准备安怎，咱薄薄啦，讲安怎，咱就共切落了就对啊啦。伊安尼哦，偷工减料，等下薄薄无食着葱啊，伊讲嗯，减一味。没有葱，准备这个葱啊。蛋打完呢，要做蒸蛋的时候，一定要过筛，过筛它才会，反正就比较不会失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过筛，如果观众朋友知道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告诉其他观众朋友为什么要过筛。哦，过筛。哎，我觉得切葱超难的。切太大力了。我可以切太大力，我可以切大块一点吗？怎么吗？谁在你？我不是恁伯伯，那我切大块一点。我是恁老母、欸，要不然就是切断。为什么我这会留安尼滴嘞？我的蛋为什么会留这嘞？哦，那个就不要。这无爱吗？过不去，无爱哦。我跟你讲，过不去的坎，你就要把它丢掉。过不去的坎，你就要把它丢掉。搁再来，春香菇爱切。哦，我真的没切过香菇哎。然后，看一下。按卡村个切肉，对啊，啊，怎么啦？告诉我。刚刚我们忽然间镜头被暂停了，因为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，我们母女到底在切什么东西啊？重新再讲一次，香菇到底要怎么切？先把这个头呢切掉，那个叫什么？地头啊，地头吗？对，好，地头切掉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切片了呢，然后要切片了呢。啊，这样好了。然后呢，手指头要怎样？手指头丢了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手指头要小心点。哎，你在切香菇对不对？是。我很无聊的。应该香菇。哈我看到香菇，我就想到我一出戏，吕洞宾。这是灵芝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好聪明。对，如果是看过吕洞宾的，应该都知道，我第一场就是猜灵芝。偏偏三虎好，你看你整条唱了，我可以切了。心无气啊，是关系有转不的。你拍干我了，才来啦。我现在唱进来，你来切快一点点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这太危险。一种路就有路去。秀阿姨，不打灯唱，唔放弃嘞，香菇。好，切了。哦，切了。碎啦。这高汤呢，我们需要是没有干干净净，对，没有柴鱼的状态，没有渣渣在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把等一下要把那个柴鱼立起来。我们接下来是要先加这个小汤匙，先过什么柴鱼片？先，你先不要下去哦。这个还没有滤过，你不能下去哦。我跟你说，一空空，做菜真的是很难。直接倒蛋液里面。哦，这个倒在蛋液里面。可是我这个还没加。这个还没加。进去再调味。讲你，因为阮两个人有法度煮。喏，阮边有足侪大厨。我们这大概有二十个料理团队。好，把它滤完之后，它又是干净的一碗呢，真棒。调味很重要，刚才加我们刚才说的这个。盐有一，两，三啦，应该是三，好，三小匙，哎，这么小哦，小小的汤匙，小汤匙，来，再来这个胡椒，这个先快来搅拌哦，就拉拉的，拉拉的，拉拉的，好啊，哦，来，好啊，就会当加入去，哎，你小时候是不是？也打工过啊？因为你说我小时候有没有打蛋过？没有，我小时候没有打，没有打过蛋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各位妈妈，滚到山到尾有跪掉停哦。但是我嘛免落灶骹呢，因为阮顶管有阿嫂，足侪阿嫂跟我妈妈哦，我根本拢唔免，因为我排在后边。我妈妈生几个，你知无？会记咧？背。你有啥物搁甲伊讲出来？背，我会记。哦，你会记哦。所以啊，其实哦。我是嫁去做人妻了后，才开始感觉讲我很惭愧，还是女人还是要有一点点手艺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，你就会晋升为黑暗料理里面的比较不那么黑暗的状态。对，那慢慢黑暗料理的频道越来越好，我们就会变成光明料理。哦，牛哥，牛哥，牛哥。这么多，如果跟我一样不喜欢吃香菇的话，
刚才这一个手续完全可以省下来。对哦，然后就是撒，这个是蒸完，蒸完了。这个呢是蒸完之后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撒下去哦。蒸完之后再撒这个。好，我们可以放进电锅里喽。这些这个撒下去就是撒，撒字的撒。我知道。后面来去蒸了。好，我现在准备一杯半是在外锅，而且我用热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煮过的水比较没有佛，比较没有那些重金属啊。化学物质啊，啊你较健康啦吼，我甲放个皮咯。好，我们蛋要蒸的蛋放进去了，真正要漂亮就是在这一根啦，秘诀在这啦。不行吼，看它留一点点缝隙。对，啊你这样子就会成功了。我嘛是头一摆用安尼做诶，我嘛唔知会成功啊未成功，一切都看随缘咯。我们的炊呢已经好了，完成了。从那个电锅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要先加这个油膏，油膏比较不会这么稀点，嗯，加一点热开水，然后把它拉拉一拉拉一拉拉拉。好，然后油膏就弄掉，淋上去。淋上去。哦，看起来很像一回事呢。啊，你呢？我喜欢要咸的。我喜欢要咸的，免加这么多。来，上位啊！水水的葱花啊，终于完成了，现在就很开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自己吃吃看我们的黑暗料理喽。预备，香菇要吃，不要偏食。我妈妈刚才看到我在找那个没有香菇的缝缝。好，我们要来哦，来吃，请用香菇，免客气，就给它夹起来。好吃。哎、欸，好吃呢！都吃要被公料啊，就是孙老师，你小时候其实打过一个很特别的工，因为那时候家里上个月贵料，所以呢，几乎会在我们的频道大概出现了800次。哎、欸，那个时代大概都在就在讲那个年代，那妈妈就会想办法，那孩子呢，读了读中医啊，怎么样好好的利用孩子赚钱？可是我妈妈是用很正面的。那就是帮我们去腌几块石头啊！我妈妈从小就把我带我去腌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记忆深刻，摸住靠蒙，就是我一直搞不懂，来下面叫做摸住靠蒙。我外婆的照片要出现在这个角落。我妈妈为了养八个，真的很辛苦，她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养活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尽点力量。所以当我们课余的时候呢，哎。妈妈，我一天搞我鹦鹉煮烤无？烤袂出来要哪？鸡烤啊，鸡烤，而且还烤个足熟的。啊，最主要是我雄雄，互人载去。你唔知影要烤？我唔知，我要去烤无？真的。啊，你要哪？我妈妈讲，来你对咧阿姐去。嗯，哈，妈妈，妈妈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哥哥一样，妈妈离开那个眼泪一直掉。妈妈，妈妈。嗯，然后，所以。车子上的小朋友都在看我，今晚没考，小戴可以考，刷点就考。所以就只要哭就好，他都比我大，对。然后真的是到那个猛禽哦，哎，真的超厉害的，很是职业的，嗯。不过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他开始用白呢，白去到猛禽哦，啊，所有的囡仔真正有五个囡仔，所有的囡仔拢在猛禽开始考，拢不是引导的囡仔。都不是，那个是专业，那是专业。哎，有一个大人会带，伊就底下一直唱，啊，这个囡仔就伫边仔一直哭，哭我做哭咯。特别哦，我是真正哭呢。你真正哭？我真正哭，我唔是假哭，因为我感觉因拢假哭，但是我真正哭，我真伤心的。我以为倒伫个遐是阮爸爸甲妈妈，我头一摆去望阿婆，就是安尼永远会记的，为着要趁迄。伊就五处靠望个钱，转来我妈妈，甲阮大家饲大汉，互阮带便当。看到外婆，咱来紧食这个卵。我外婆知影，咱炊的卵比外婆较好食。我已经食了，刚才我真的超好吃的，就是反正鲜鲜甜甜的，小朋友一定会喜欢。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玉茂妈妈料理时间，然后记得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
魔怪楼的厨房里，神奇的料理在这里，看我把这些剩菜剩饭通通化腐朽为神奇。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，包饺子包饺子捏捏捏，撒一把帅气的胡椒，泡菜热腾腾端上桌。